11月12日，刘嘉玲晒出胡军儿子胡浩康的生日照片。照片中，康康与姐姐九儿两人都穿着一件相同的 T 恤。康康犹如小暖男一样的看着镜头，微笑非常的暖心。但细心的网友发现，上面的图案竟然是刘嘉玲小的时候的样子，而长相和康康神似啊，真不愧是亲干妈呢。粉丝们看到后都前来围观，称被称为霸道总裁的康康长大了，微笑很暖，真羡慕康康有嘉玲姐这个干妈。不过康康也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男孩。